咁如果大家去澳洲置業咧，煩惱揀 house 定 apartment 啦，其實係好睇大家置業嘅需要㗎。如果一般嚟講咧，呢個物業咧係for小朋友讀書啦，或者自己近市中心翻工啦，或者退休人士啦，一般咧都會對交通啦、購物啦嘅方便性咧要求高啲嘅，咁 apartment 咧就會更加適合大家。咁當然啦，如果大家咧係一家大細過到去，希望無論屋入邊啦，同埋屋外嘅花園咧嘅空間咧都更加大嘅話咧，咁其實咧大家就可以選擇 house 啊。